丢在路边，造成环境的污染。哪来的多这么多垃圾，这么多发票？要用电子发票，我们才不要捡垃圾。虽然电子载具发行，人们却只有少量改善环境的物体。我们认为使用电子载具可以大幅减少纸本发票带来的问题，如让路边的发票减少等。减少纸本发票的列印，并宣传护木的重要性。成功影响身边的人使用电子载具，减少纸本发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。我们应该安排好更完整的采访计划，并且事先与受访者讨论。过程中遭遇挫折与困难，我们都尽力去解决，不轻言放弃，并学习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与拍摄的技巧。